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小女全家，李全家，我姓谢，随母姓。母亲啊，跟你不像啊，她长得像她阿娘。阿娘，哎呀，千万别提她阿娘啊！我跟你阿爷可不是一般的交情，当年我阿娘得了一场大病，我不说了，别提她阿娘，我提的是我阿娘啊。什么情况？李公，我上官谷川的夫人不能说是倾国倾城，但是怎么着也得美若天仙吧。哦，小芝没有冒犯之意，只是看李公的这个长相，不能说令爱其貌不扬，也只能说是憨态可掬。医书上记载，人受到强烈刺激昏迷之后，淤血会堵住其部分经脉，需采用放血疗法。淤血放完之时，就是病人清醒之日。先切手，再切肘，顺着胳膊往上走。具体是哪呀？你在唐门有没有学过某些治病疗伤的武功？要说没学过吧，不准确。准确来说，是没学过。